颗酪梨好硬哦，怎么那么硬？是啊，另外一颗比较软。来不及，我切下去了。怎么这么硬啊？不知道。其他已经可以吃了。来给我。吃不下去。给我。吃啊，那这个吃吗？这布丁，这个吃吗？可以啊，这样子是可以，挖不掉啊。能够这样挖的是什么感
升上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掉下去。就是你不要，你这样翻会容易掉，但是你只要这样缠起来，它就会掉下去了。你不用这样子翻，这样翻就跑出来了。这翻不到的时候，我都这样子把它放上来而已，就不翻它，就是把下面的弄上来翻上来，有足够空间再来翻。Thank you.